那现在我进到你弹我唱去等大家，大家依次进去拿箱子好不好？好，来祝各位好运。怎么突然这么安静呢？大家的算盘，800个新眼子的男团，一个人800个，对呀、啊，10个人8000个，来吧，第一组谁来？这面也不分什么先后，你们去吧，你们去。第一组谁来？我们，肖丁先来。肖丁肯定拿五十啊。来，帘子拉一下，帘子拉一下。帘子还要拉吗？不然都看着呢。没关系，看着吧，我们拿五十呢。拍电影呢。我们两组别拿一样的嘛，这样会不会好一点？那你拿哪个？我们可以商量。我们拿个哪个？你拿麦商量。我们应该拿多少呢？这样，我们石头剪刀布赢的拿50，输的拿40。你拿50没用吧？肯定有很多人拿50。就压根没考虑50。其实我也考虑，大家都是，大家总会觉得没人敢拿50，对不对？其实你说是不是30比较稳一点？大家都这么想，仔细想想都会拿30。其实也没事儿了，我们就拿50，录节目就是拿猛的。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就赌他们没拿哪个，猜一个。这轮拿多少是特别重要吗？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重要一点不重要，不重要。后面怎么回来抢就完了？听我队友的，我怎么听你的？哎呀，听我队友的，我怎么听你的？哎呀，怎么拿？怎么拿？想好了吗？拿50，反正就50，咱们就玩把狠的，就50，就平分嘛，就都别火嘛。说实话，我真觉得拿30最靠谱。30肯定有的。拿走吧，拿走。好，第一组已经拿完了。这么重啊！哇哇，真能装！我们里边放了3块石头，主要是。你刚刚是一语双关吗？老秦拿了多少了？我们真拿了50。真的吗？真的，就拼一把。我从来不骗人，搏一把，真拿了50。那个困困的眼睛，哎，他还真是拿的50，按照他这个。哎，那还真是，他们先拿，先抢了，他一定拿的五十，反正你们真拿了50哈，他们就搏一把，我知道的，我们也拿50。小丁爱撒谎，我不在乎，都拿50，都拿50呗。那我们去，你们要拿40，多尴尬啊！拿40的，我们就针对他之后的游戏，好不好？是，别，你们都拿40好一点，我要拿50，别拿50，划不来。划不来，跟你平分了哈。对，真心，我们是真心的，你们就拿40好，我们拿了50，不想让你们那么开心。别，我们研究的其实你们拿30是最靠谱的。我们现在结盟一下，拿完了开始结盟了哈。拿完五十，拿完五十开始跟我们结盟，让我们拿别的。都不是诚实的人。好，来，黄泽、凯凯来。我们拿30。我觉得小天他们刚才说的没骗人，他们确实拿50。你怎么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说他跟我说他们拿了50。因为我觉得他一上来骗人没必要先选。以我在2023年看过的好友来说，老秦不会骗人，但小丁有可能成长了。所以他不一定说的是50。哎，等一下，我想问一下，决定很快。我开场前偷的5个算吗？带资金组说对。好，这个对。好，拿完了。这么说吧，最怕的就是两个人都有主意。啊，是吧？你们不是一队的吗？什么意思？进去以后就分成了两队是吧？两个人在我这演辩论，你知道吗？辩论很久，最后石头剪刀布决定的。来，下一组来。哎，你们后面应该都决定好了吧，九叔？你拿了多少？我拿了100。我一人拿了50，对，一人拿了50，我们拿了50，我们拿50。来下一组，来，怎么拿？怎么拿？我们特简单，我听队友的。哎，不拿麦说，我故意。哦，你骗他们来。他可能没有声音了。哎，没有推出去啊？对，还不能玩这种是你看调虎离山的计谋吧？30或者40，要不要？30吧，30嘛，赌他们。两个人拿40，两个人拿50，我觉得因为本来大家都不诚实，只要没人拿我这个就厉害。对对，我觉得一般有人很难拿这个。嗯，虎哥，你觉得拿哪个？
我觉得拿五十吧，我跟你讲，外面刚才小丁说非要让我拿三十，你们不要拿麦说话。哎，怎么把麦拿？哎呀，你们不要拿麦说话。哇，里面还有小品。哥哥，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太了解你了，真别演了。快点吧，不想听你们的短剧了。他们说什么没听到？虚晃一枪，赌一手好不好？赌一手，他们拿三十。好了，三十。他们拿三十。别演了，小品。好。哇，这边更重，哇。哇。急死我！哎，嘿嘿，哎，有什么好演的吗？哎呀，就十块，好，就十块！哎呀，有什么好演的？白演了你这样，我刚演半天。什么？你干嘛？这么沉啊？你们里面塞东西了？开，直接开。好啊，又你也拿十块，完了完了，会员卡没了，完了完了完了，三个人拿十块，一人拿三个呗。好像里面只是贴了一个数字的标，是不是啊？所有的箱子都一样的吧？重量是一样的，重量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很浮夸，反正啥都没放，硬演。这有你的真心，这有你的真心，拎出来了，拎出了。拎出来了，拎出了，真心不值钱。咱俩来个更浮夸的演技，好不好？来下一组，下一组，来，保守一点，这个就肯定不考，这俩就先不考虑了，这俩肯定不考虑，这三个就其实看着运气好，因为猜不到别人选的什么。这个如果有撞到，就是如果两个人撞到是二十，就是那种什么猜漏子之类的，猜到哪个拿哪个。初始资金不重要，好不好？啊，你选，直接选吗？对，直接选。OK， 后面多的是翻转的机会。行，可以吗？好，可以开始你们的表演了，准备开始，来。哎，看一下。你俩进去偷去了是吧？哎呀，你俩被打了呀！你俩被打了是吧？偷了，太做作了。文涛，你以前不这样啊！文涛，你陌生，你让我感到陌生。以前我们认识的文涛在天上，现在他在地上。学会向下兼容了啊！我跟你们说，王栎鑫干什么我都不意外，涛现在主打一个随和。哎呀，换我来，哥。来到你们了，迪哥。不是，我们现在拿多少金币都无所谓了，能不能给我们留点演技的空间？演技的空间哈。更重要的是出来的那段表演。真的是。哎，你演技还可以，嘴角都带抽抽的，是不是这动作抽筋了呀？刚才头发都有戏，头发都在抖。确实累，确实沉。岳清哥。我没有骗过你吧？没有，黄子。说实话，真心换真心，你们拿到多少？我跟你在全员加速中，我们两个绝对是真男人对决，真男人对决，真心对真心。没错，你拿多少？我拿的五十。你赢了，你赢了。嗯？有表演吗？他们表演，来，三二一，来。走。实在是没有表演空间了，已经。我跟大家说，刚刚看这期节目的朋友会以为他们没有舞台，他们很多节目的还没演够啊。好，那现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亮出各位的初始金，一个个来。首先第一个进的，你们本来说要拿多少？五十啊。好，请亮开。我们就是好六街最诚实的人。五十。接下来第二组我不说是谁了，他们离成功其实就差一步之遥，最后石头剪刀布啊，朋友们。
我觉得啊，三十跟四十，你选一个。我觉得三十，就直接五十。不不不，我选五十。不不，三十四十你选。不不不，他其实是这样的，假如说五十没有人选，那就没有人选，那他是其实竞争很大，那我们就目标就很明确，基本上偷金币的人都是偷的，所以说，假如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是，假如说有第二个人，那就是二十五，二十五。与其拿二十就相当于差五块，就是只有两个人选，那我们两个人选了三十、十五的二十，所以选四十和二十是没什么区别。我想选三十。他实在想不明白，再拿二十，我再拿就一局定胜负，现在我赢了，我再等十，再拿十，那不，不行不，不行不，没事。恭喜你们二十五。好，祝贺两队目前各有二十五枚金币。没事没事，一人一半，感情不散耶、yeah。那么来第三个就是。第三个那就是编外人了。下面再说一下这一组，小虎一进去就开始，他其实很坏的，开始哎啊，我们来那没开麦呀、啊，就开始想演一段，发现没开麦。嘿嘿，我想说这演技得多自然，要用里面的麦的声音来骗外面的人，结果后来终于把他们的麦打开之后，你们外面实在太吵了。这两个人在里面找话口，安静一点安静一点，实在没有办法，最后小虎说，哎虎哥，我们选多少，不这样插不上话，真的插不上话，起了个范儿。就说这期对耳朵不太好，外面的人根本没有人在听，但是他们的推理是有营养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最后拿到的金币数是，我们的推理很简单，就是五十除以三是除不尽的。太聪明了哥哥，我都不知道。所以你拿了五十吗？除以五能除尽是吧？你不会拿二十吧？往外往外往外掰一下。要不咱不要这钱也行，我们脑子好但手不太好。要不直接说呢哥哥。好，来三二一，三十。哎，是不是三十？快快快快，耶耶，一的是母鸡跟小虎，我感觉你们夜了，你们不会，你们说着不要跟我们抽到一块，最后没准我们两个撞了，看一下你们嘛。好，来到这一组，不会是两个四十吧？没事，气死他们。走的这一组，来准备，他们拿到的金币是四十。目前排名第一的是王月欣和文涛，他们四十个金币。哇，你看看，迪哥肯定拿四十。我只能说，我们的箱子一打开，将影响所有人的命运，所有人的命运，所有人的命运。所你没有到所有人，期不期待？是这样的，这两位就是那种要问我，问了我很多意见之后，我拼命暗示，完全不接受的人，就得拿五十，是不是？他们拿了什么啊，何老师？他们拿了箱子。你可以再问细一点，拿哪个箱子？有没有重复的人？肯定有吧。刚才吗？刚才拿了四组。拿了四组，有重复的吗？肯定有重复了。他们的箱子里面有金币。何老师，你有真心吧？还有聊下去。何老师，你有真心吧？还有聊下去。虽然每句话都是真话，但是确实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只能说，我也告诉你们，有重复的，因为没有那么高的几率说每组都拿的不一样。反正你分析一下嘛，你先分析一下嘛。分析很难分析，二十十大家基本不会拿，因为他评分了也就二十五。那如果没有拿的话，那其实二十不是很高了吗？我们不想当这种稳扎稳打的人。是，这个评分都二十五了。两个人都二十五了，三个人也快二十了，这肯定有三个人哪有二十啊？十六，快二十了。这里肯定有很多心眼儿都在这个地方。对，图稳扎稳打那些人，我们没必要，我们就那个。我不参与你们的讨论，你们决定了为什么不拿走？决定了哈，就他吧。确定啊，好，行吗，何老师？好，来吧，好。油盐不进，说的就是我们俩。嗯，没事儿，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对吧？行，这是你的选择。这是你的选择。甩锅开始。
不会是拿了十？五十才精彩嘞！五十我们就第二名了。对呀、啊，四十我们哦，四十。哦，对对对，不能是十吧？五十。哦。哦那么因为五十除三除不尽，所以呢，本着让大家继续努力往上拼的原则，我们会扣掉五十的两个金币，所以两三队平分48枚金币，每队都是16个。现在我们的金币排行榜是月星跟文涛40个金币，虎鸡跟小普30个金币，剩下的三队是16枚金币。那么接下来的环节当中，金币少的猎人队伍将会向金字塔顶端的队伍发出他们的猛烈攻击来争夺金币。那我们就一起开始今天的比拼吧，来吧。